大家好，我是李雪。今天啊，这个现在是意大利的几点？11点多。然后意大利刚刚结束了这个比赛，然后进入了第四强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比斯盖拉现场的状况，让你们感受一下。我们也莫名其妙的加入了这个叫做什么庆祝的队伍。然后他们进入决赛的最后一场，跟西班牙比拼的那一场，我也去那个罗马的 Cinque Massimo 大屏幕去看，就当时就比较遗憾，因为没有看到意大利夺冠。当时听同事说，就是麦当劳那个时候免费请吃饭，然后我弟后面听我弟说，他那天去早餐店里面点了 cappuccino 和 cornetto， 然后他问结账的时候，老板说不用钱，因为意大利球赛胜了。对意大利来说，这是很夺名的事情。早上都喜欢。现在我们到的这个地方就是 Bescala， 海滩这边最终点的地方，最中心点的地方。被他们所感染的，就是他们对这件事的喜爱、喜欢，就由自内心的。